黄宝静，阿宙说你什么？他说你好帅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哦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帅？有哈。哇，阿宙已经89岁，快90了。好了，那有没有谢谢阿宙抱抱喝？谢谢阿宙抱抱喝。再抱一个好了，再抱一个。哇，你好幸福哦！你看阿宙爸爸喝水耶，而且你耳朵跟阿宙好像哦，都好大、哦，大耳朵、哦，大耳朵弟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个福建话唱。昨五点我就顶来啦，五点我。啊，够有人。有啊，有人啊。啊。有人啦。